从最初的模样到万众瞩目，曾许下的心愿 they all come true， 沿路见过风景太多，而你是最美丽的那一幅。这首歌叫 Be With You， 陪着你，是我写给我的 ex-back， 对他们从我是 nobody 的时候，然后一直陪着我走我的每一步，希望有一天能够不负他们的这些希望支持。对，我一直把船比作为是时间，我觉得有时候时间是一去不复返，但是当你准备好了，下定决心了，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去驾驶一艘从来不会回头、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船。于我的意义来说，应该是勇往直前吧。我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还是有点外还有点冷。我觉得看情况，这其实我就觉得有时候遇到，就比方说，气场对的人，其实可能就是很自然待在一起沟通啊什么。哦，我可能会演奏三种钢琴、吉他和葫芦丝。学习过程比较有趣哈，就是因为我是中间一直在不断的有些间断。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，不行，我已经爱上这个乐器了，我必须要学它的时候，可能就自己在跟着视频，然后自己摸索。对，我太喜欢这个辣椒蟹了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热情的这些粉丝。我 pick Namanana， 因为 Namanana 是守在这里 ，Namanana 就比较 easy。其实我觉得就。自己怎么嗨怎么来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很久没有到新加坡来看你们了，非常想念你们。然后这次带了我的新专辑跟我的新的舞台，和我最大的诚意来看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在演出的现场玩得开心，然后 enjoy。3, 2, 1 ，Let's go！ 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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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